浅黄色、白色、粉嫩色调的女装是春夏新款，除了打出七折促销，连原本的定价都有调降。像这款小外套的话，去年差不多都是在2990到3090，那今年的话降价的跌幅比较大，在2490就可以买到。因应日元持续贬值，日本品牌女装的代理商喊出调降价格，春夏装部分调降平均约13%。至于正在采购的秋冬装，暑假就能确定降幅。全是跟日本同步流行，所以大概2个月到3个月之间都会去采购，采购的频率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可以比较能够及时反映日币的贬幅。除了日系女装调降，日系杂货品牌也从4月23号开始调降将近400项的商品，降幅最高超过30%。而走紫黑色系的日系品牌配件包款，春夏价格也降价超过10%。然而日元喋喋不休，6月2号盘中对美元更贬值破125日元，创下12年来新低。日元计价的日系品牌还有机会再调降售价。年底以前来讲的话，看起来贬幅的幅度还是恐怕还是日元是第一名，韩元会最近。那台币来讲的话，贬幅当然相对于日元会稍微小一些。外汇专家表示，这一波亚币汇率战当中，台币相对贬值幅度较小，台币对美元6月2号贬破31元关卡，收在31.002元。而从5月22号开始，已经累计贬值幅度1.49%，是近7个月来最长贬势。然而，在央行发起的超韩赶日贬值战当中，恐怕还没有结束。最快下周，台币对美元汇率有机会看到31.2元。记者陈子芬、詹佑宏台报道。